现在在唱阿美族的歌，接下来还有一首阿美族的歌，接下来这首呢是以前部落呢有一个卖膏药的老先生到我们部落，然后放电影给我们看，然后就一直讲说，男人的健康才是女人的幸福，然后又卖膏药给我们吃，然后又教我们唱这首歌了。龙哥喝一下他的那个调音器。这个是强生用的一首歌。Nice.